各位同学，我今麦开始上课，请各位同学请起立。 行嘞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歹势哦，拄啊咧讲话，敢若家己家己，真正戆戆吼。来，咱继续吼。来，咱来参考其他国家，因有自治建国的各种的模式，咱来探讨啦吼。OK。 咱来看古巴这个模式。古巴伊伫1898年美国跟西班牙战争，啊，伫巴黎合约签订了，吼、哦。古巴以及西班牙用放弃的方式，吼、哦，西班牙放弃古巴，啊，这跟台湾该同款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搁让菲律宾、甲波多黎各、甲关岛互美国，吼、哦。那么美国。 协助古巴，伫1902年的5月20日，古巴成立于古巴共和国。哦，那么咱来比较古巴跟台湾，哈、哦，因两个拢是因为合约用放杀，哈、哦，敢若讲放杀，敢若怪怪吼，敢若放杀女朋友安尼，也是男朋友，放弃，哈、哦，放弃。 那么，古巴独立成功，但是台湾较近地位未定啊。这是原因，是因为古巴原来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好啊，台湾是日本帝国的领土，敢若殖民地才会当独立建国。那么，那人的领土就袂当独立，所以台湾袂当独立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美国嘛反对台湾独立。 哦，即因为这违反国际法，哈、哦，都感觉敢若讲像辽东半岛，你要甲个人啊，你辽东半岛要独立出来嘛，无可能，哈、哦。在讲这个意思 ，OK。过来，菲律宾的建国模式，菲律宾是嘛是巴黎合约的关系，哈、哦。美国为西班牙摕到菲律宾，但是受制于菲律宾有伊嘛有独立组织，哈、哦，都像台湾有台独。 菲律宾嘛，非独，因为这个反抗军的游击队哈，不是去骚扰美军，去甲拍美军，哈，去甲突袭，吼啊，美国就派部队去甲追剿，啊，但是你知影菲律宾大大小小的岛有4000几个，较大粒的岛有2000几个，啊，你甲拍只伊走去迄个岛，啊，你搁甲捉去遐伊搁走去岛，哦，美国掠甲头壳毛咧烧，所以阵叫。 伫1937年，叫因的菲律宾的独派哈，诶代表出来讲，美国同意和菲律宾10年的自治区哈，1937到1946，一直到建到1946年哈，那个1945年9月初日日本投降哈，1947年7月初4，伫美国的合作之下，菲律宾独立建国成功。 啊！你甲注意，这个7月初4，拄啊，跟美国国庆日同工，对吧？那么，咱台湾民政府伫2010年，嘛是伫美国的协助之下，伫美国的华盛顿特区设立台湾民政府哦挂牌，嘛是7月初4。OK。啊！你甲注意，伫1941年中间，日军。 攻陷马尼拉，吼、哦，占领菲律宾。迄阵的麦克阿瑟伫遐做总司令，伊甲菲律宾的总统甲扎咧做伙撤退去澳洲。啊，你甲注意哦，麦克阿瑟伫遐做总司令，啊，迄阵有菲律宾的总统。啊，所以讲，虽然迄个时阵菲律宾咧自治，但是嘛是还阁美国军事占领中。 哦，啊，所以麦克阿瑟伊一生军旅生涯中间最大的侮辱，就是伊迄个咱为台湾飞去的这个临时战斗机，甲伊的克拉克空军基地的空军的飞行机，都拢炸歹。所以日本兵摕到制空权，啊，搁为咱台湾派去的这个高沙的这个义勇军，吼，咱台湾的即个丛林作战的高手，会使讲是上大型、全世界上大型的有迄个野战的突击队，就是咱的高沙义勇军。迄个美军的基地，伊伫海边啊，后壁是山，足大支的山。 美军敢若固守头前这三面，伊想讲无可能为后壁来，结果真正咱的高沙义勇军为后壁来，爬过迄个大山坡落来，甲因突袭，因后壁无防守嘛，敢若固武器拢向海向头前这三面，毋知影咱的高沙义勇军为后壁突袭是吧？美军，迄阵美军差不多7万人，但是迄阵日本兵包括咱的高沙义勇军，差不多2万人尔，安尼甲迄个。 7万人拍败，吼！所以麦克阿瑟作册咱台湾人，就是为遮开始的。所以战后，伊会建议讲用蒋介石的部队来管咱台湾，吼！咱要管一个市场落魄，就是迄个破产的湾。哦，这是我安尼想啦，吼。OK。我咱来看立陶宛的建国模式。 立陶宛拄啊，伫迄个苏联的吼，较西南边的较遮尔。伫战后，随后苏联并吞，因为迄国家足小的。但是因伫1990年3月11日，因的民间议会家己宣布独立。但是迄阵的国际社会拢在观望啊，但这毋知是真啊假吼。但是立陶宛的因的人民伊抵制苏联军政府所举办的选举。 迄个投票率低于30%，所以伊苏联失去统治的合法性，国际都无承认嘛，因为迄个投票率太低，表示立陶宛的人民无要阁互苏联的军政府继续统治，吼。所以伫1991年9月7日，因家己办独立的公投，这个苏联率先承认，因为苏联在大势已去啊，哈，所以只有率先承认。哦，咱来讨论讲立陶宛因对这迄个军政府的选举的意义。哦，咱来看，咱咧参加中华民国流亡政权的选举，甲投票的效果。哦，咱来想，咱2008年啦，还是2012年，咱是毋是拢大部分台湾人拢有去参加这个选举？ 咱拄迄天投票迄天，摕中华民国迄个身份证，你去投票所领选票，咱就先输一半。安怎讲？因为咱毋是中国人，咱若去参加中华民国的选举，咱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，对毋对？啊，因咧选总统是因兜的代志啊，结果伊招咱做伙去选，而且国民党兼。 中华民国的民进党，两个拢伫电视媒体的报道拢民意调查拢讲啊，差差不多2%呢，咱若甲加九1%过来，咱就赢。哦，所以甲你进崩，可能大家拢讲这票无出来就袂使，欠我这票有可能会输去，所以投票率拢差不多76%去哩，这投票率拢足悬的，对无？啊，这伫因外国人来看。 啊！恁摕中华民国身份证去领选票，你著家己承认讲你是中国人。搁伫恁自由意志之下投票落去，诶，结果恁拢选输，拢选互迄个讲要终极统一的通牌的马英九吼。2008年，咱输到要200万票。到2012年，小英迄阵气势足好诶。 哦，三只小猪安尼，加起一片风云，哦，大家就滚滚，想讲稳赢的，哇，结果嘛是搁输80万票。啊，你若伫国外来看讲，你若甲当作这是一个统独公投，会咱输呢，对毋对？恁家己欢喜，台湾人要欢喜，互统派国民党管嘛，等于恁以后嘛希望要跟中国统一嘛，这国外人是安尼看，吼，所以足危险的。 所以，咱应该抵制所有的中华民国的各级的选举啦，吼。OK，无论是县市长也好，吼，立法委员也好，咱拢爱跟一下啦，吼 ，OK。好，过来看琉球返还模式，哦，这对台湾较关的，吼。琉球伫1952年2月到成立琉球的民政府，啊，因这内底嘛有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拢有，吼。啊，是安那爱成立琉球民政府，就是讲你这个所在迄个别个国家甲你军事占领。 吼、哦，依照国际战争法，拢爱成立当地民政府，吼、哦、来管家己，吼、哦。但是军事政府嘛拥有最高的高权，就是讲，虽然恁立法机关所立的法，嘛爱互当地军政府审查看过，伊若就是讲 ，OK， 无应用这个占领军的利益，吼、哦，因的国家利益的事，互你来实施。 但是咧实施的中间，也发现讲，哎，这有影响到我美国的利益，安尼伊会当，甲你这条，甲你宣布废止，吼、哦。这就是占领军的高权啦，哈，最高权力。过来，因伫1948年到58年的中间，因用美巡的银票当作钱来用。 一直到1958年以后，才开始改美金吼。迄阵的日本钱袂使带琉球用吼。伫1972年返还以前，琉球人要去日本的本土，比如讲琉球人要去东京，也是要去神户，也是这个哪个呀吼，这个大阪，因拢爱用美国琉球民政府所发的旅行证件，就是咱秘书长即摆咧讲啦，咱3个月后。 哦，美国军政府要发旅行证件给咱本土台湾人 ，OK。这是当初琉球民政府因的旅行证明书。那么咱台湾以后哦，这个 travel document， 这是美国国土安全部所发的。好、哦，咱以后我来类似安尼啦哈。 拍谁啊？那么，1972年6月17日，美国跟日本签订这个琉球返还这个协定。这个协定就是讲，日本政府跟美国协商讲，那么我到底要开偌济钱来给你赔偿？你较要还我琉球？美国甲开3亿2千万美金，啊，所以。 伫这个琉球协定，伊甲这条钱交了。伫1972年5月15日，尼克森这个政府甲琉球返还，互日本政府啊，啊这小咱领导。啊，咱来注意讲，拢无办公道，哦，足侪台湾的这个独派，拢足爱讲啊，当初琉球是因的公道，甲等于日本政府的，无这个代志哈，无这个文件。 这拢家己想的啦，吼 ，OK， 好。啊，咱伫60几年来，中华民国个国民党个教育啊，咱足侪台湾人迄个教育变做中国人，吼、哦，认同中国。啊，这就是安怎？85%的台湾人会选输无到15%的中国人，吼、哦。咱个最近的这两届的总统大选，会选输就是安尼，有一半以上的台湾人。 拢自认为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去认同中国，所以投票拢投国民党的迄个马英九哈。OK， 对无？咱若甲2008到2012这两个总统大选当作统独公投，结果国外看讲啊，恁拢要变做统派台湾嘛，啊那。 啊，搁中华民国嘛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甲你合法并吞，哦，这有可能的哈、哦。这国际法这是合法的，有可能。到时阵美日嘛足歹插手来甲你干涉，因为这恁台湾人伫民主自由之下所家己选择的哈、哦。啊，台湾人会沦入这个勇士豪杰，这足危险的哈、哦。那么咱。如果台湾，我即马讲是讲，如果你若用独立建国了后，你爱负啥物责任，啊有啥物义务甲风险吼？第一就是讲，台湾人爱纳税金，台湾人爱去做兵，台湾人爱缴税金，家己去买武器。啊，其实当初你看琉球迄个美军占领，因毋免去做兵，吼，嘛无纳税，嘛免买武器，对无？美国自然设备拢下伫。 上好的设备拢，即摆拢下伫琉球基地嘛吼，而且伫台湾建国了，还未加入联合国以前，爱家己防止中国嘅武力嘅并吞，其他嘅国家无法利甲义务出兵干涉，哦，啊，咱即摆以东帝汶独立建国来做一个例，东帝汶伫遮，啊边啊同款有一个罗马国家叫做印尼，哦，跟咱台湾介同款。 啊，东帝汶因是为葡萄牙独立，成立一个东帝汶民主共和国，啊，未加入联合国。到刚后，就迄个印尼入侵并占领，变做印尼的一个省，叫做东帝汶省。啊，伫即个20年的中间的统独抗争，造成差不多10万至25万人的死亡。哦，啊，那么1999年8月30日，伫联合国的监督之下，因全民公投。 从印尼独立建国，哈，但是伫9月，吼，无到1个月时间，印尼军阁继续杀东帝汶差不多1400人，并摧毁东帝汶大部分的国家的设施，造成到今仔日东帝汶还阁是世界上产业落后的国家之一，大部分的物资拢爱靠国外来甲援助，吼，啊，这敢是咱要爱。 好，啊，咱来一线之隔，墨西哥州甲墨西哥国做一个比较，这个是墨西哥州，美国的墨西哥州，啊，这灰色的这是墨西哥国，啊，这个边界吼，墨西哥的人拢一直想要偷渡入去美国，因为这个是较早要美国占领，军事占领，吼，尾也变做一个州，吼，美国的一州，啊，就是因为迄美国军事占领以后。 即州的人生活水准悬了，即个生活较歹的，拢一直要偷渡入去吼。啊，讲看即个一线之隔，加拿大跟美国，但即两个国家的水准拢差不多，所以你毋捌听到讲加拿大的人要偷渡来美国，嘛无讲美国人要偷渡去加拿大，无吼，因为即两个拢是民主、自由、足开放的国家。好来，一海之隔，你来看。 共军占领中国，啊，美军占领台湾，一海之隔。你看，到10几年前，中国迄边足侪民航机拢飞投奔自由飞来台湾，好无？啊，足侪人为平潭，迄个查甫拢要来遮打工，吼，拢为新竹啥物南寮渔港遐偷渡起来，好无？表示讲咱遮虽然。 美国来占领，啊，流亡台湾，迄个中华民国政府代理，但是起码伫美国的领导之下，咧主控之下，台湾比这边好真济，所以迄边的人拢要投奔走过来，啊，所以迄个美国军事占领拢较好啦，吼，啊，迄个阿强啊占领就共军占领就有够衰啊，吼 ，OK， 你若伫美国军政府之下。 咱家己来家己管家己，是会当免税，毋免做兵，吼、哦。啊，国防甲军队，美国爱负责，哦。像甲你要搞占领，你占领你来保证即块土地袂过许别个国家占领。啊，剩落来经费，咱来建设台湾，变做一个东方的瑞士理想的家园，这毋是足好诶，吼、哦。过来，咱来检讨。 要用台湾的名申请加入联合国啦，吼！当然，佫一个就是要用中华民国要重返联合国，我这两个来做分析。要加入联合国的资格是以国家做基本的单位，吼。啊，国家有台湾，敢是一个国家，毋是嘛？ 国家有认定的标准，好啊，咱来检讨看卖。第一有永久人口，第二固定的领土，第三要有政府，第四要有外交权。啊，你来看，永久的人口，台湾国无永久人口，因为咱拢啥物人？对，爱讲大日本帝国的台湾人，吼。 还有固定的领土，台湾这块土地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土地，所以台湾国无土地。还有政府，有啊，阮有这么政府，歹势，即摆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唔是台湾政府哈。过来，有阮有23个小朋友的国家，甲阮承认，歹势，迄嘛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因所出去牵人签的。 唔是你台湾国去跟人签的，吼、哦、对无？所以这四项拢无，所以台湾唔是国家。啊，若唔是国家，就无可能加入联合国。我定比一个来讲，啊，拄啊改成一只狗，哦，你甲身躯洗洗，我那甲穿西装拍领口袋。 看的讲要去户政事务所办身份证，讲这意思。啊，你台湾也毋是国家，也未进化做一个国家。你讲要去联合国要加入，无可能嘛吼。所以较早阿扁也用台湾的名，寄批去俾互联合国秘书处，随向退件，人连看都无甲你看吼。台湾目前的地位，还阁日属美占嘛。 台湾目前敢若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呢，哈。假使讲台湾要建国，嘛要照步，爱照五个步骤，哦，就是美国军事政府爱入来台湾，终结国民党这个政权，啊，互咱台湾民政府来主治，哈、哦，啊，过来要求台湾爱像琉球的模式返还日本，过来。 啊，佮要求咱的日本这个母国爱制定领土分离条款，做法源。有这个法源，咱台湾较会当依照这个分离条款这个法源来做公投，看是要搁留在大日本帝国内底，啊是要跟美国合并，啊是要台湾家己做一个国家。啊，你唔靠有一个法源来做公投，啊你拢无照步来，一声就为这个头前只。 一声就跳来咧帮公道，啊！你拢无考虑，台湾这块土地有两个头家，一个握有所有权证，吼，啊，所有权证店员的名是大日本帝国天皇，但是暂时握有台湾的管辖治理权的是美国。简单讲啦，以民间来讲讲，这个土地。 土地名是所有权证的名是大日本帝国，但是因为地啊伫美国的手里，哦，所以一个是所有权人，一个是债权人，这两个头家你拢无要共管，一声就要共用公投，啊，安尼恁兜的土地，阮招一寡人来投票讲，迄块土地变做阮的，敢袂使？袂使嘛，哦。 来，佮用中华民国的名要重返联合国，其实中华民国佮真了佮伫迄个联合国呢，因为当初1977年10月25日联合国的2508即个决议文吼，伊内底所写的只敢若讲，甲蒋介石代表中国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，吼，包括联合国附属的国际组织，吼，啊所以。 只是蒋介石代表迄种赶出去 ，China 迄个名牌还伫个呢。哦，伫联合国迄倒啊啦名牌，伊也拢伫咧。即马只是换人侪，哦，蒋介石代表出去啊，啊，迄个位换人侪，即马换上咧侪，换毛泽东的代表咧侪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伫国际法的规范定义内底，中华民国已经伫1949年就亡国啊，所以已经无法度去代表中国。 所以，伊敢若剩一个金门马祖一个残余国家呢吼，拄啊像死蛇活尾溜啦吼，像迄个尾溜啊活，头前全拢死啊吼。OK， 啊，中华民国已经死啊，要安怎繁衍？啊，台湾国还未出世，要安怎入联？一个死啊，啊一个还未出世，吼 ，OK， 好，安尼来讲。 三个精神病患看医师的启示吼，讲一个较轻松的。我即马先讲啦吼，就讲有三个精神病患伊有关伫精神医院内底，啊，医生每3个月落爱甲叫出来，佮检查，甲问看讲有较正常无？若有正常会当放因出去吼。 啊，即嘛招来伊个诊疗室内底，啊，因坐伫头前，啊，医师就伫个壁，迄白顶面画一个门，啊，画一个喇叭锁，啊，就甲因三个讲，啊，恁三拢好啊，会使为遮出去啊，会当转去啊。哦，有其中2个听了好，总爱咧抢迄个门把，2个都啊抢要拍开出去，啊，一个坐伫遐老神在在，啊，医生讲啊，即2个爱搁关，这还袂好。 啊，迄个要，啊，这个可能好啊。讲，哎，啊，你来不爱出去？啊，迄个安怎？医生就讲这个应该好啊，无同意嘛。哦，啊，伊就讲无啦，伊2个痟的，啊，锁匙伫我遮，伊无来甲我摕锁匙，要怎出去？哇，医生，啊，这个事较严重。哦，啊，你啊看因三个，共款拢无承认家己有病对无？伊拢认为好啊。 好啊，2个要撞出去，啊，一个讲啊，手机都伫我遮，无来甲我举手机，变哪出去？吼，好，过来，咱即马来检讨头前迄2个冲伊开门，就是较无台湾意识、无独立思考的能力，无党无派，啊，啥物人来管拢好啦。我无若无做工，无饭通去食，吼，拢迄款思想的较济吼。啊，第3个，这个独派的人士。 就像我当初安尼啦，我嘛是独派的吼。自认为讲占有台湾独立的建国的锁匙啦，啊锁匙伫我遮啦，啊伫阮即党着上大党的，啊恁台湾民众较3-4千个来受恩尔，啊恁即无靠阮即党，恁无法度做啥物代志，啊这就是第3个迄个独派的因素，因的想法啦吼。啊其实咱 台湾民政府，咱这人就是迄个医师啦。咱是冷眼旁观，咧看一件代志，看讲这台湾人。啊，咱来遮就是要学做精神病医师，对毋对？嘿，啊，咱准备要来医外口遐个吼，嘿，做翻译个无毋对，诶。 我不是向安尼讲，你甲讲这论述哦，甲懵，诶，啊，你有读甲相歹样无？伊讲我笑诶呢，咱敢有笑？无嘛吼，是因咧笑对无？因咧笑中国，啊，咱咧笑台湾，咱爱台湾，所以讲我加入台湾民政府吼，跟秘书长做伙咧行这条路，我行啊足欢喜诶。 我已经把台湾民政府要做的工作列入第一位。秘书长若敲电话问，啊，你有用无？我拢讲，若别人招就无用啦，啊，若你招有啦。嘿，我拢甲讲，我甲说有啥物困难拢排除，伊若要办啥物工作，我拢来甲斗相共。啊，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情做来为咱台湾打拼，好唔好？好，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 请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20分钟。